大家好，我是陈思瑶，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段《西游记》。有一天，大圣看见后面的蟠桃树上桃子已经结了一大半，他想尝尝新，就跳到树上摘下了一颗大桃子，吃了个饱。两三天后，他又吃偷桃，美美的吃了一顿。忆江南，白居易。江南好，风景旧尘庵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江南忆，作忆是杭州。三十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茶头。何日更重游？江南忆，其次忆吴宫。吴酒一杯春竹叶。无花双舞醉芙蓉，早晚复相逢。